爸妈还能不能再见面。好，我们下一个，我们现在来拍校长比赛前有什么要说的。好，阿明主任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把战斗力出来。好的呗。台湾第一。好 ，yes yes OK。比赛前的感言。比赛前的感言，什么的稳住？稳住。爱情的稳住吗？我跟你的爱情的稳住。我是三姐妹花，我才稳住了。Oh,
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